这个图什么鬼？滑雪啊，滑雪，往上一躺，然后呢？嗨，这什么姿势？那就这样吧，让他带着我走，我就用这个姿势把我自己稳住。哦，我要拉这个东西，拉这个东西，拉，等一下啊，我拉到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按什么键是用手拉啊？按什么键啊？不行，我站不起来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拉一下，再拉一下，再拉一下，拉住了吧？来，走，走，Come on，Go go go！怎么不动呢？啊，动了。哦，哎，我怎么摔下来了？啊，滑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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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下滑，对，往下滑就能过。往下滑就能过头，就这么腿蹬，就用腿蹬，怎么感觉这腿蹬的速度有点慢？腿蹬的速度有点慢，这样滑下去，滑到何年何月啊？啊，什么叫蛆啊？这么看不起我残疾人呢？身残志坚，好吧？不行，我操，这号滑不过去，我的天！滑不过去啊！换图，换图，变态图，太恶心了！这个图，这尼玛，这不是智障吗？哦，这个图好吧，这个图智障了，就玩一个独轮车的，Let's go！我这好像是个舞台，哇，这什么体位，什么姿势？哎，不行，他的胳膊把我卡住了。看来我要把他们全部搞死才行。加速，信仰一跃。哎，你这个手打到我了，兄弟，打到我了。嗯，我操！哎，我尼玛，这个图过不去啊！这个图，这我怎么过啊？加速吗？啊，谢黑暗料理送来的荧光棒，我先往后蓄个力，然后嘣！我操！嗯，尼玛，这些个人，尼玛是不是智障啊？这些个人，蹬他一下，蹬他一下，蹬都蹬不走啊，兄弟！换个图，换个图，太智障了，换个图。换车，我觉得独轮车很屌啊！我这是沙漠，还有眼镜蛇，这眼镜蛇会把我怎么样？啊，踩一踩他的头，哈哈不跟智障一样吗？啊，这能咬到我啊？啊，沙漠，哇，金字塔，嗯，你能怎样啊？打碎，哇，带着儿子，哇，探险埃及，哇，有机关。有机关，我儿子头被刺了一下，儿子死了，儿子死了吗？不会吧，儿子那么惨，法老的棺材，从这边应该能骑过去了。我儿子又冒了一口血，真惨呐！哎呀，儿子又被压了一下，天呐！我这什么东西啊？哟，步子啊！这我能不能过去？谢谢鬼力送的188宝剑。完了，完了，我被刺了一剑。哇，这个蛇，这个蛇是在干嘛？沙漠死神呢？其实我可以，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蛇抓着呀？我看一下，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蛇抓着？等一下，我下车抓它。不对，抓不了这个蛇，这蛇抓不了嘛？
哎，这儿子怎么不能骑自行车呢？这儿子怎么？哎呀，儿子把手玩掉了，怎么那么废啊？啊，谢谢迷送的188荧光棒。啊，太废了，太废了。